王哎，我是撒娇王哎，你是撒娇王哎，不好意思，过去的视频你们可不可以看一下？很多人都是学我撒娇的，好不好？来一下，不可以拒绝我，不可以拒绝我。啊，厉害的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杨丞琳自称撒娇王，现场耍嗲，很多人都学我。我有一个课程，就我今天邀约的男生，他不可以拒绝我。哇，这眼神 ！Oh my god！ 我是想今天出去玩一玩的。这也不是不行吗？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他真的都跟他讲话是撒娇音，感觉你不可以拒绝我。哦，哇，那这个真厉害。杨丞琳主持的《路恋中心动的信号》第六季最新一集呢，其中一位素人女嘉宾使出撒娇攻势狂撩男嘉宾，让她很有感触。我觉得我要学习温柔，这个学起来、不用了，这很难、啊，我跟你说学不来的。但是我觉得平常可以这样，好像也很不错。你平常会撒娇吗？我是撒娇王哎，我是撒娇王哎，你是撒娇王哎，不好意思，过去的视频你们可不可以看一下？很多人都是学我撒娇的，好不好？来一下，来一下吧，撒一下嘛。啊，我现在来不了。3、2、1 ，Let's go。不可以拒绝我，不可以拒绝我。啊，厉害的。就我其实不是这种奶音的啦。哎，我刚刚说的那个你不可以拒绝我，你的版本是什么？不可以拒绝我，不可以拒绝我。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哎，这个我要学起来，这个好可爱。可以有人拿心动原石砸他吗？哎，Jerry 哥，你要不要试一个？什么？旭哥来一个，我都说了。你说，我也说了，我很久没有发威了。我不会啊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说你不可以拒绝我。不可以拒绝我，说一个嘛。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，旭哥。你不可以拒绝我。你不可以拒绝我。谁也别跑，派派，你边做那个伏地挺身边撒娇，快点！你不可以拒绝我！救命！哎，我的妈呀！